剪一沾米粉发糕。碗中清水加入细砂糖，再加入发粉沾米粉，搅拌均匀，将面糊分两份，加入你要的颜色，一份加入几滴黄色素，另外一份加入几滴红色素，先将红色面糊倒入碗中，八分满，再将黄色面糊填至九分满，锅中水滚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30分钟。30分钟后，开盖，美美的沾米粉发糕出锅了。